当然嘞，五日节之后，庙里三万的水利是开始就火灾。不过今年水落的好多，三万水利唔但系果子下死家，还发生嘞，该而台水利的土地都热都系水，结果落过的状况当严重。了，利用安顺三万里而到青叶挑战就火灾。除了水利，庙里的干木也严重落过，是跟天保本重要而做再损不错。来到水利县，认真填实问题。一条高速巷，接边麦线里、新兴里、金燕里、丰水里、秋王里，半夜里农民工做农事才很辛苦。只不过一下水利，除了在接里丰的时间当辛苦，都采暑气，还是当多考验。像个金燕溢水道，三万里的果子就卡塞，外地个，甚至发生呀太阳溢水，甚至都落果的情况。第一个裂果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水伤。因为它裂果的话，就是现在忽然间下大雨，忽然间好天气，它就是会吸收的太快，细胞壁会破裂，就是我们最大的困难就在这地方。我们今年哈，因为受到雨水的影响啊，我们的水利的产那个果粒啊，还没有很成熟啊，果粒都比较偏小，但慢慢，如果最近天气稳定了，希望会。回春了哈，让我们的水果呢越来越好，长得越好。但是今年的那个柑橘，因为雨水的落果哈，真的很严重啊。利用安山三万水利，三年为收得三省，那我除得三万的甘麦，苗栗县其他甘麦的产地，每认真落胎已发生落果。苗栗县从持有场每到甘麦园来看，农民表示甘麦长都该打籽，果子长大就很当细粒，没想到三期因落胎已甘麦果子全部打枪枪。回来十几年，目前还没有，就是这些节大概只有剩下一成，一成到两成，所以今年的那个。我们希望说，能够把这个受灾户啊，能够报到中央以后，能够迅速来核定。苗栗县政府农业处表示，苗栗县的甘麦种的面积超过1300公顷，以下同归各种甘麦的面积已经达到全县面积的四成，按算率先会超过3300万。苗栗县政府认同农委会来申请天然灾害补助，希望有够达公顷，做得补助8万元。下个新闻总资讯，苗栗报道。